金牌司儀何鋒，本區州議員羅思儀同志，我哋社青團總團長黃家和同志，木威區嘅高會議員魏可漢同志，文理蒙區嘅州議員林碧霞同志，我哋其他嘅全部嘅支部領袖，我哋竹巴新村嘅兄弟姐妹、鄉親父老、叔伯兄弟，大家新年好！今年係年十五啊，元宵節，也是中國情人節。我們呢，在這裡當然要祝大家新的一年，讓我們祝大家新年新希望，馬上就會旺。讓我們在這新的一年裡面，要再過了新年的大日子，下來一個就是馬來西亞五年一次的大日子，讓我們一起改朝換代，為民除害，新年新希望，新年新政府，好不好？我今年三年的願望希望就是我們明年在這裡竹巴新村做團拜的時候，我們可以請羅思儀就在這裡服務中心，每個竹巴新村全北德州的新村的同胞，每人每一間屋每一間鋪頭，一人一張永久地契送給大家，好不好？但是如果大家當好，我記得喎，呢排大選，我知道我嘅老朋友嗰個榴蓮花愛嚟啊！榴蓮花嚟你就同佢飲茶得啊！如果俾女就攞啊，俾你唱歌你就唱，但係記得喎，錢照攞，票照投，火箭啊，好唔好？各位，我哋已經並唔係冇俾谷陣機會，谷陣一九五十七年度政府做到今時今日，已經做到六十幾年。馬來西亞而家做到點樣？大家心中有數啦，係咪？好多人都講今年過年行情越嚟越差，物價越嚟越貴，馬幣越跌越慘，好多人都生活越嚟越辛苦。我頭先響太平嘅時候，啱啱撞到嗰個納斯根拉嘅時候，嗰個同我講：哎呦，喂，邊馬啲咯，隔年年啊，不嘥馬啲。佢話好多人去鋪頭打包，我講打包咪生意好咯，唔係喎。佢講打包乜嘢？全部去那裡打包咖喱水，不是打包餸啊，打包咖喱水啊，最後做什麼？拿咖喱水回家是不是就這樣淋咖喱水煮白飯又吃一餐？你說慘不慘？我們北德州的人民現在窮的人越來越多，年輕人走的越來越多，真正留回我們新村的剩下多少個？我過年的時候回去問的同學，我有四十個同學，剩下是不是兩個而已，響翻北德州三十八個，唔係吉隆坡就係新加坡，全部走曬。如果政府做得好，點解我哋唔可以留翻自己新村揾食？係咪？就係而家救到今時今日，好多新村唔係講竹巴新村啫，好多新村已經變咗老人村。大家愛醒啦！如果仲唔醒嘅話，又係呃人牙膏做多五年，我哋真係屙呢急底啦！呢排過年，原本我哋大家都歡歡喜喜的，但係咧呢幾日大家睇到冇？哇！馬來西亞嘅國陣毛統嘅部長癲咗咯，佢講乜嘢？係嘛？佢耿耿省哦，馬來西亞嘅呢個首富，馬來西亞首富，世界壇王郭鶴年，烏統的部長罵他，罵他什麼？罵他忘恩負義的狗。Memberi makan kepada anjing, kepada anjing, kepada anjing yang menggigit kita baliklah. Marah sama mucun toy, tak ada telur, pandan. Jadi pengecut, penakut, tak ada telur, ondan. Jadi pengecut, penakut, tak ada telur, ondan. Main aku kong ah, hai mau tong ke bujang kong ah. Jadi pengecut, penakut, tak ada telur, ondan. Eh, kok hok ni hai bing kong lagi?人哋講啊，你唔送你唔就算係咪？唔好捧佢大腳，都係尊敬下呢個老人家啦。佢嘅歲啊，我哋講啊，馬哈爹係神奇嘅馬，老馬係九十二歲啊，我哋郭鶴年係九十四歲啊，幾老嘅老人家，我哋唐人最重咩嘢？孝親敬老，對不對？尤其係好似郭鶴年這樣，大家知道嗎？
郭鹤年是世界弹王，他对马来西亚贡献极大，马来西亚，而且他是马华的恩人。可是今天巫统骂他是狗，马华竟然不敢叫巫统跟他道歉。为什么？我说他是马华的恩人。如果你有读郭鹤年的自传，郭鹤年的自传马来西亚很抢手，很多人都买不到。我跟大家讲啊，我读咗系咪？佢点样教马华？你知冇？教翻马华有一个总会长，佢嘅名叫咩嘢？叫陈群川系咪啊？陈群川。陈群川1986年发生新发电事件，新加坡政府抓马华总会长，说他股票欺骗大老千，捉佢唔俾佢保释。嗬，嗰阵时佢保释，新加坡政府同我讲得，你去保释马华总会长，哦得2000万。1986年嘅2000万啊，言累啊，边个攞得出咯？咪话有冇一个救佢？自己嘅总会长俾拉冇啊！咪话同志冇人攞你保释啊！你知道边个保释？陈群川冇？边个保释？郭鹤年在香港，一听到消息，二话不说，千里迢迢从香港坐飞机回新加坡，写一张支票2000万，保释马华总会长出来。不用吃咖喱饭，马华是不是欠过年一个人情？对不对？而家毛统骂捞佢啊，讲佢系狗。快点安静，快点安静，快点安静。马华有冇一个叫毛统道歉？呢、这个党仲可以要得嘅咩？系咪？真简直系唔系人啦、啊，系咪？唔讲有自火，越讲就越撞火，岂有此理？系咪？我哋唐人最重要乜嘢？第一孝亲之礼。第二，饮水思源。华人最看不起什么人？最看不起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对不对？你看郭鹤年怎样帮马来西亚？你知冇？马来西亚搞不独立的时候，我哋嘅国际贸易非常的差，因为没有国际船务公司。郭鹤年白手起家，当时就成立了这个 MISE 国家国际船务公司。佢出嚟做嘅時候，政府冇俾攞佢啦喎，佢自己做喎，搞到馬來西亞成個生意同埋出口係咪嘣嘣聲？佢搞得起嘅時候，你知道冇？毛統政府啊，阿接哥嘅老豆啊，就攞刀嚟搶啦！佢同我講得，而家你生意做成功啦，係咪？賣28先俾我哋。郭漢年講啊，我嘅生意喎，你講搶就搶啊！阿妹冇辦法嘛。國陣政府就係賊嚟噶嘛，阿接哥嘅老豆就逼佢賣啦，冇辦法，賣幾多支毛？佢講得，你舊幣啊，舊幣做生意嘅時候本錢1000万，而家你做得好成功咯，嚇1000万值得1亿，但係你賣28先俾我，唔係賣1亿嘅市價，你知冇？佢要逼佢賣啊，1000万嘅市價，200万賣俾佢，你講係咪賊嚟嘅？係咪強盜嚟嘅？係咪？想即刻打搶嘛？阿妹，郭鹤年冇办法咯，为咗国家嘛，冇同政府嘈。你睇我哋唐人做生意几委屈，你知冇？冇办法咯，卖俾28先。阿妹又多几年，呢、这个生意越做越大，大到系咪？哇！毛统嘅贼睇到又眼红啦，又嚟喎！阿芝哥老豆又嚟喎，而家又叫佢咩嘢？叫郭鹤年卖多28先俾佢。郭鹤年讲：我爸做生做死。向為馬來西亞打拼，做生做死，你政府冇幫我就搶我，之前就搶28先，而家又愛搶多28先喎。阿妹點樣？冇辦法咯。過年講你咁樣夾硬搶，我成間公司俾曬你咯，我走人啦，我唔馬來西亞我住唔到咯，就去香港。朋友，我講呢個故仔，個學年裏邊寫出嚟噶，佢自己寫噶。100眼淚，100鼻涕啊！你知道我哋唐人做生意響馬來西亞幾委屈麼？嗱，大家自己諗好好啊！你自己諗好好啊！你啦，我問你一句話：郭鹤年咁成功嘅人，全世界都尊敬嘅，你知道冇？中國最偉大嘅其中一個領導人叫鄧小平，知道嗎？認識鄧小平啊？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邓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对不对？邓小平除了毛泽东以外，邓小平在中国的地位是最崇高的。大家知道吗？
邓小平临死前，邓小平也是吃得很长寿的，他临死前见的最后一个外国人，邓小平咁有权力的中国领导，最死之临死之前见过最后一个人，你知边个冇？唔系佢中国十四亿嘅兄弟姐妹，佢见嘅最后一个人就系马来西亚嘅世界同和郭鹤年。你自己谂，郭鹤年的江湖地位、国际地位，可以说是人人敬仰。郭鹤年中国欠他的人情，到今天，郭鹤年是所有中国国家主席唯一可以单独接见的马来西亚华人，冇其冇第二个啦，到今时都揾唔到第二个。你知道点解冇？我睇郭鹤年嘅访问啊，佢讲咩知冇？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好穷尖。嗰阵时，中国的这个北京要办亚运会，1990年要办亚运会，中国拿不出钱来办，要建世界贸易中心也拿不出钱来办。可是你知道郭鹤年？郭鹤年是很有情有义的人，他做什么你知道吗？他那阵时去菲律宾买一百桶，啱啱手收到5亿，中国政府开声叫他帮手，他讲：我哋而家中国爱起一间世界贸易中心，但系我哋中国人冇钱，冇女起，你可唔可以帮手？你知道郭鹤年讲咩冇？我们中国中华民族要建世界贸易中心，就要用中华民族子弟的钱自己建，不能靠外国人、靠红毛人建。我们要有尊严，要有自尊。我刚好菲律宾卖到糖，手上有5亿的钱，这个钱全部给中国政府建北京世界贸易中心。到今时今日，你去北京睇嗰个世界贸易中心，就系我哋马来西亚同人起嘅。你讲威唔威水？系咪为我哋嘅骄傲？系咪？今时今日你找第二个给我，找不到第二个。90年的时候，北京去做亚运会，当时的市长张百发，北京没有钱，你没想现在的中国啊，30年前的中国好穷的，找不到钱。阿妹同边个？同郭鹤年开声。你知道啊，政府同你开声已经是好委屈。郭鹤年讲没办，没问题，我们中华民族第一次办亚洲运动会，一定要办得有声有色。郭鹤年冇讲第二句话，一下就攞几多咧出嚟，$10,000捐俾中国，所以中国亚运办成功，郭鹤年居功不少。佢对中国贡献好大，对马来西亚都系啊。吓，嗱，你睇我哋而家响新办嘅嗰个厦门大学，啱啱起好嘅厦门大学，呢度边个系福建人？有冇福建人？有冇？在我们雪兰莪州那里有一间厦门大学，是中国海外第一间大学分校。你知道我们郭鹤年捐多少钱吗？报纸没登，他不爱人家知道，我们是偷偷问朋友才知道。郭鹤年先生捐多少钱？不是捐100万，不是捐10万，不是捐100万，不是捐1000万，他一个人捐1亿。朋友，你金宝啊，马华做嗰个喇嘛大学，郭鹤年一个人捐咗几千万，都唔爱报纸写。佢成立嗰个国色学兄弟基金，国 foundation， 栽培几多唐人穷人家嘅学生，毕业公书教学毕业出嚟，小弟魏可敏就系其中一个。佢帮几多穷人家嘅仔啊，仔仔女女。公书教学冇收女嘅，免费俾你读后读完大学。咁样嘅人翻到马来西亚，原本如果系我哋做政府啊，如果下个月我哋做政府，郭鹤年咁样嘅人翻嚟啊，我哋欢迎都嚟唔切啦，系咪？叫佢嚟何丰投资，大家就嘣嘣声啦，系咪？但系国阵毛统嘅部长讲佢系狗，快啲安静，快啲安静，快啲安静。佢留个郭鹤年系一只狗。你自己想啊！我问大家啦，全马来西亚嘅同仁，我问大家啦，你做嘅生意有过年咁大冇？冇。你嘅女有过年多冇？冇。你自己想啊！全马第一生意咁大嘅，各阵嘅毛统都当佢系一只狗，我哋啊！其他做生意的全部的同仁同胞啊，
你呀、啊，你有咩感受啊？你仲可以投郭振一票，仲投得落？问自己啦，自己想想，如果连郭鹤年这样的全马来世界堂王巫统都可以这样公开羞辱郭鹤年，我们其他的华人同胞在巫统的眼中是什么？算什么？你自己问。我们给了国政60年，最后连一条狗都不如，在他们的眼中，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还有什么尊严？如果再给马华民阵营，我们的尊严和自尊在哪里？对不对？人啊，最重要是什么？我有自尊，我有尊严。你觉得没有？为什么中国现在敢搏命爱强大？因为1948年日本仔打来的时候，我们同样被人看到什么？华人就是东亚病夫，对不对？当时你有看李小龙的戏吗？你要看精武门没有？这本人起一间俱乐部啊，什么人都可以进去，只有华人跟狗不能进入，对不对？有没有？应该要逃过吗？所以中华民族给人家羞辱八国联军，一直来分割，到最后今天，今时今日的中华民族已经强大起来，自力更生，自强不息。马来西亚的同样都一样。我要跟大家提醒大家，你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是马来西亚，我们是华人，但是我们是马来西亚人，这里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最后爷爷这里就是我们落地生根的地方。所以各位，我们没有其他祖国，这个竹巴山村就是我们的故乡，就是我们的家乡。所以我们是国家独立的功臣，马来西亚经济建设最大的功臣，华人对国家贡献很大，国政没有把我们当人看，我们这次大选60年的账一次过跟他算到完，好不好？所以各位，我哋唔系讲冇俾个国阵机会，60年你同佢讲够咯。我哋1957到2017，系咪？仲俾你做政府，我哋就67咯，系咪？而家都搞到成个国家窝里急底，你睇啦，寻日又发生大事啦，学见冷宫大字大屌啦，啊！寻日发生咩事？大家知冇？你睇下 DVD 加 RDM。你看啊，馬拉布啊、布里達、哈里恩啊、烏都山，全部呢個冇新聞嘅。但係你一撳掃手機，一入去 Facebook， 你一睇，哇！大新聞咯，印尼政府出手咯，印尼政府打老虎咯。我哋嘅馬來西亞 One MDB 嗰個肥仔劉德祖呢排佢死梗啦，佢有一堂佢偷我哋嘅女10億。去買一堂全世界第三大的遊艇，那個遊艇有半個足球場咁大堂。係啊，爸，你冇睇過咧，我都冇睇過啦。半個足球場咁大的船，你有睇過冇？啊，佢點解捨得賣10億一堂船喎？因為佢偷你嘅女賣嘛。劉蓮花有出聲冇？冇。硬都唔敢硬咧。是不是他哪裡敢一聲他是頭來的嘛、啊、阿妹發生什麼事這條水流得早他想著他坐著那條船是不是一世人不用回馬來西亞他就走得到因為馬來西亞國陣政府看不到所以我們全部人就被他渣撚到所以而家佢諗住佢就好爽嘛，睇唔到揾唔到，係咪？點都知道啊！而家係印尼嘅政府喎、啊，尋日係咪同美國嘅 FBI 聯手啊，跟蹤咗條船北入啊，尋日出手啊，成條船充公咗啦，充公咗啦，34個水嗰、那個船員啊！全部拉咗啦，但係有5個走甩咗，可能有1個就係肥肥嘅劉德祖，但係佢今時走得又一時，
走一唔到一世噶嘛，係咪？佢走咗，嗱阿May咧，全世界嘅電視台就換翻啦，問馬來西亞嘅政府。哦，我哋嘅毛統嘅部長講乜嘢？佢講：哇，呢條船係咪同我哋馬來西亞冇關嘅？佢當我哋全部都係白痴仔嚟嘅，偷我哋嘅女米嘅船同我哋唔關嘅。哦，佢講：啊，呢條船啊，呢、這個英國嘅記者又問佢喎，點解印尼政府揾得到，你馬來西亞政府揾唔到？蠢！唔知係咪蠢啊？係就係隔，可能係啊，扮蠢啊！佢叻，但係啊，因為知道嘛，心裏有屎嘛。而家真係捉到呢條船點樣好啊？啊！炸傻！咁大堂嘅佢炸傻喎、啊！馬來西亞事實上唔係嘅，佢大嘅睇唔到，細嘅就睇得到啊！啊！你咩嘢細嘅你知冇？嗱、啊，你睇安華，安華係咪嗰條？精子啊，嗰咪好細條嘅，揾得到啊，係咪揾得到？啊，阿 D 都拍手啊，證明你好恆濕啊，講笑講笑啫。誒呢個係真噶嘛？唔係咩？隔半個足球場嘅船你揾唔到，阿安華嗰條毛你都揾得到，所以呢個係咩嘢？係愛揾唔愛揾啫嘛，係咪？如果真的找不到咩？啊！你冇當我係白痴仔，我哋識得諗嘅。嗰、那個局陣嘅後邊嗰條嚇尾啊，一喐下我哋就知道佢諗乜噶啦。就、啊、所以我同你講，而家嘅局陣政府走唔甩噶啦。全世界嘅人，新加坡已經拉咗六個人，其中一個坐監54個月。新加坡已經嚇、啊、已經取消兩間銀行嘅呢、這個。license 罰款係咪三蚊啊？幫阿接哥洗黑錢嘅三蚊幾多呢？知冇？唔係好似你俾嗰個北京20蚊、40蚊啊？新加坡政府一出手啊，三蚊九千萬啊！罰款兩間銀行嘅呢、這個啊執照被取消，六個人排隊坐監，第七個就係我哋嘅嗰只雞。排隊嚟㗎啦，但係你可以睇到係咪？個只雞同埋個肥婆兩個一齊入咧，一條路行啫。咩路？下個月國會解散，我哋一齊換政府。神奇嘅嘛，一上台係咪？你就知啦，個只雞就咕咕雞，冇得嗌㗎啦。好快就洗埋屎忽去入邊坐㗎啦。嗰陣時係咪？佢哋走嘅幾百億，我哋追翻嚟。俾翻你弟姐妹有冇？個個都係你哋嘅血汗錢嚟嘅。啊，好似呢排我幾個叔伯兄弟攞到嗰個 bling 500蚊啊，400蚊啊，記得冇？原本答應我哋2月18號可俾嘅，拖到呀2月26號淨俾，點樣都好又俾唔齊喎，俾少少啫。啊，俾你一粒糖，下次你就輸埋成間廠。啊！你冇諗住攞一打桶，嗰、那個唔係政府嘅女嚇。啊！阿姨、阿婆，你係記得個嗰、那個係你嘅子孫嘅女嚟嘅。阿接哥而家借女嚟派，同阿窿借派俾你。大選過後佢就做政府，就你幫佢走數。而家你攞500蚊，下次你就幫佢俾30千，睇下邊個係白痴仔。係抽我哋消費税，一年抽400幾億。我哋流年花講好啊好啊好，操得好，操得喵，操得骨骨焦。佢有幫我哋人民講一句話冇？冇。真正幫我哋講話邊個？係我哋何方嘅羅思儀啊！羅思儀喺周議會省我人牙膏啊！點解你哋抽消費税抽到我哋人民咁辛苦？你有我幫我哋嘅兄弟姐妹諗冇？人民而家行情咁壞，邊個搞出嚟嘅？又係你國陣政府抽400幾億，阿May啊，一馬咩咩咩金俾翻你60幾億，佢攞400幾億俾翻你60幾億，就好似我同你收10蚊俾翻你1蚊，你仲講我好？我偷你10蚊俾翻你1蚊，我仲有9蚊，你又講我好？咁樣係邊個係白痴仔？所以。如果我哋做政府，啊，近頭嚟啦，
下個月國會解散換政府，希望連盟上台。路馬已經宣布100日裏面我們取消 GST， 那陣時就不用買底褲給600先，買褲又600先，買手錶又600先，買什麼都600先，不用，大家就酥酥亮亮。路馬做22年都不用給 GST， 馬來西亞都沒有破產，那陣時只是爭人家2000億，現在給了 GST， 阿接哥做就爭人家9000億，我們人口3000萬，每個人就爭人家30千。所以剛才我說、你拿500元，下次再給分走數30千，是真的，不是啊，是但亂這樣說、這個是國家銀行的這個報告出來的，走不到的，白紙黑字，政府擔保、他一根 1MDB 中幫你爭500億。阿妹呢還有很多，而家聽講啊，公積金都愛咁樣啦，棺材本都好快就奧力急底，所以馬來西亞而家係向生死存亡嘅關頭。我哋每個晚上都咁，今日已經係我哋100場講座嘅第80場。過去1年，我哋已經走咗北拉州，走咗80場。個 B 茶鋪係羅斯怡州議員帶頭，我哋已經行咗差唔多150場，所以有時你嚟冇睇到你嘅州議員，因為佢帶隊係咪？帶隊係全北拉州嘅金崩全部走，嶺安又去，江沙又去，怡寶又去，太平又去，所以佢係一個好努力服務人民、好勤力做事嘅州議員，好能得嘅人才，後生仔又靚仔，又捨得做事，又搏命，大家俾佢一個掌聲鼓勵，好唔好？我同大家講，我哋已經等咗60年，而家剩翻最後60日，千祈記得啊！大選到嘅時候，總之各陣有攞俾照攞，一定要記得一句話：大選來，國政來，錢照拿，飯照吃，歌照唱，票照投，火箭，好不好？好，就以這幾句話，我再一次多謝我哋竹巴新村全部鄉親父老、叔伯兄弟，火箭黨好感恩大家。我哋坦白講，喺馬來西亞做反對黨係一件好辛苦、好辛苦嘅事，我哋做好大嘅犧牲。我哋參加行動黨，好多朋友、我哋同學已經移民，揾到錢移民去美國、英國。我哋團聚嘅時候，我好多同學就問我：魏可敏，點解剩翻你一條傻仔？你參加火箭黨是不是搏拉？是不是吃咖喱飯？好像我們就好，全部走去英國、美國、華茲、馬來西亞去死吧。我跟他們說不得，這個是我們的國家，國家有難，人民有責任，國家有難，匹夫有責，不要等到有一天千金難買早知道，万般无奈想不到，太迟了。我们一定要在来得及的时候，每一个国民都有责任，全民团结挽救大马，为我们的国家杀出一条生路，为我们的国家改朝换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所以用这几句话勉励大家，让我们在第14届全国大选全民团结，